生活当中的。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欧洲曼谷的情况。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力量形态的男孩子的奥特曼对战这个红海的奥特曼，我们看看谁更战斗力更爆棚一点，是吧？哎呀，看咱们这个男孩子，这个镰刀脸呢，是不是非常的帅气？小样，打你！叫你打，来呀！叫你跳，叫你叫你跳！你倒霉了。算你倒霉了吧，咱的必杀技发出来了，必须要倒霉。哇哦，奥特之王！奥特之王，你得给点力了，是不是？这样的话不行啊，来，这样可以。哎，漂亮！那也得让我们有个爆发的那个借口，是吧？来吧，我造起来吧！哇，这个后排队摆得漂亮，但是我们躲得更漂亮，是不是？喜欢咱们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或者是点开上方的小爱心。咱们这一期视频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喽，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